现在我们来到路边了，我已经走不动了，准备看能不能叫一个顺风车吧。刚才有叫了一辆，但是很遗憾他没有去那个县城，所以说现在只能再继续等待了，在这条马路上等，看能不能找到一辆车。是去那个紫云的，然后看能不能搭一下你们顺风车。我们不到紫云。哦，我知道，就是或者说就是沿这个方向去紫云那个方向也可以。啊？猫场可以啊，就是到那个地方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已经搭到一辆顺风车了，非常运气挺好的。我们到猫场就好了。那你先坐。不好意思，打扰打扰了。谢谢谢谢。要晚点还行，这因为这会儿我不回紫云。好。哎呀，谢谢。我们现在终于搭上这个顺风车了，谢谢。你们是紫云本地的是吗？对。谢谢谢谢谢谢同胞。你哪儿的？我厦门的。厦门的。对对对。在这边玩。是。就为了拍一个景色。我们拍一个。你怎么会选择这个地方？那边好玩的你不去？因为我朋友就是这里人嘛，然后过来这边那个拍摄一下。好玩的地方你们不去玩，你们要否？不得啊，你好玩。你租一个车。好玩几方面开过来。好玩几方面。哎呀，我不知道疫情没开。现在疫情期间只有一趟车。只有一趟车。一天就一趟。是，我从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蒙江那条路走过来，走过来的。走了应该有。我跟你讲，外地人在这里很容易上当的。肯定。我就是外地人，我也是在这里上当。啊？是吗？你上我的当了吗？我骗你了？我骗你了？小哥哥在外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，知道吗？是。是是是。你想说我们紫云的女人太彪悍了？紫云的女人。那确定吗？然后你就掉坑里了，完了还拔都拔不出来的那种。那还不如你自个儿掉的。我就因为现在身，所以我都没选择要离开紫云。那还不如你自个儿愿意掉的。我放你回去，你又不回去，怪我呀。我回哪去了？回你家呀！你回你家呀！我现在连事业都弄到这边来了，我还回去？那怪我呀！你来这边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了呀。那你们两个是结婚了是吗？没。那也快了啊！还早了，还早。你们应该蛮年轻的。跟他姐哟，是呀。太小了，算了。我随便路边找一个都能结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去呀。我怕，我倒是可以，我怕他不同意。你还怕他老婆？这里的风光非常漂亮。